应我，要好好活下去。不 ，Stop！ 这是电视剧才会出现的桥段。若你真的口吐鲜血、痰中带血，就要小心啦，这可能是患上鼻咽癌的征兆哦。遗传、吸烟、喝酒都是导致鼻咽癌发生的主要原因，其中少不了乙型糖尿病。乙型糖尿病是让人体的免疫力陷入瘫痪状态的主要杀手，血糖长期居高不下，对癌细胞来说无疑是提供他们一个非常优渥的生长环境。若不及时控制血糖，将严重影响免疫力对癌细胞的监控能力，从而导致人体内的癌细胞将疯狂生长扩张，而引发癌症，其中包括了鼻咽癌。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显示，乙型糖尿病患者中女性患上鼻咽癌的风险最高，是普通人的两倍之多。这时候当然要喝五谷麦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是高血糖导致鼻炎病变而出现的症状。没事，一天两包五谷麦王就能帮你预防乙型糖尿病和其他并发症的入侵啦。谢谢你。